据媒体报道，胡彦斌于近期不再担任上海和乐文化传媒工作室有限公司、上海修楼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上海牛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最终受益人。相关公司的最终受益人从罗志祥、胡彦斌变更为了罗志祥、刘嘉毅。自从罗志祥陷入人设崩塌的危机之后，事业发展全面停滞。胡彦斌此举疑似离开罗志祥相关公司。